温泉。干嘛、啊？那边还有教堂啊！不是啊，我们又没有说要去哪一家，我们先绕一下而已啊。那边还有教会啊。高城米之谷看起来人很多。做这种泳装温泉的哈，才没有人数限制，也好。我天气太热了，那就是室外就。你看教堂没？哎，这里有座桥，来看一下。啊，这个是很久以前了，这里还有所谓的野溪温泉。左转，左转，左转，看看。哦，这里我们曾经来过了，大武山自然保留区，立秋派出所。对对对，哎，过去了，可以走了。这里我们曾经很久以前来过，那个桥下有野溪温泉。你敢吗？你敢吗？嗯。哦，你看这里也有啊。泡汤住宿，这里还有一家叫丹提。难道你想要去人很多的？这间羊嘴比较少哦，在这里啊，温泉。先看看呢、啊，不好就换了。它还有接驳车哎、欸。这边是一间一间的，好看它有没有露天。